我很感谢老师啊，老师教导有范，本来我们不会讲故事的，自从老师教讲故事，从讲故事里面学会怎样去学讲话。以前我们一上台讲话，我们是很害怕了，战战兢兢在那边，自从学了以后，我们就很有胆量站在里面讲话，讲故事，讲完事。 在这里有没有感谢老师的教导了？有方，谢谢。